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一个讲解啊，因为郭老师那边他的这边电脑更新好像出了一点问题，然后这边我先来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市场总体状态的一个评估。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这个具体的一个动向啊。我们还是先把那个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个趋势交易系统和指标把它显示在图表上，以帮助大家去进行一个趋势的分析。可以听到吗？可以听到吗？ OK。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消息啊，因为本周在这个外汇市场当中最重要的关注点，可能是在星期五的一个Nafa p e r o l l 啊，我们看到这次的一个非农就业人口数据变化，我们看到其实从2019年以来是有所放缓。 啊，整个趋势是有所放缓的。第一就是主要还是最重要的一个变化，主要是来自于这个美中贸易的问题啊。美中贸易的问题呢，导致很多美国的这个产业链啊，包括曾经的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制造的生态系统出现了一些变化，包括这个经济啊，对经济的这个就业状况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从整个基本面来看啊，就是美国经济现在基本面是没有出现特别大的问题。 没有出现特别大的问题，美元还是比较强势。那另外第二个就看基本面，就是美股，是吧？美股现在在此去上冲到了 26,135 道琼斯指数。总体来看，这个经济这个股市反映经济的晴雨表，那么在整个市场当中最近表现的相对比较健康。但是这个非农就业人口变化，我们看到1月份、2月份、3月份。 周五这个本周五要公布3月份的非农就业人口变化，是呈一个回调下行的一个趋势，整个就业的速度有所放缓。高峰的话是出现在2018年，特别是税改之后，整个就业人口是达到了一个峰值。我们再去看到就是观测这些基本面的一些信息的同时呢，也要注意，就是说美股现在是在高位。 然后呢，整个美国的这个经济就业人口数据变化有所回调。其实像这种现象是非常容易引发一些这种市场当中的一些波动啊，特别是短期之内，如果美股走高没有办法再创新高的时候，有可能会去形成它的头部，在19年形成它的头部。那整个今年来看，我们看到由于就业人口的一个由于这个 FED 啊，在今年来看，整个货币政策的调整利率和速度。 进行了一个大幅的宽松的下行这个放缓。那么我们看到全球不光是美国，包括中国在降准啊，中国在这个降低准备金率啊，已经在这个执行的周期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股市也是反弹的非常厉害。那么美国呢，今年也是为了保持市场上的这个货币流通的宽松性啊，以不至于利率收得太紧，因为在。 在98年、08年的时候，这个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当时也是美国在 FED 再进加息啊，这个利率收缩的非常快，那导致了这个资金进一步对这个利率的提升形成了一定的这个造成了资本市场的恐惧。所以说，在今年来看，这个政策呢，在这个政策在加息的过程当中有所放缓啊，最大的程度就是出于对于美股在高位的一个风险的考虑。 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全球来看的话，你看澳洲央行啊，包括上周的这个新西兰央行也是宣布了，接下来可能会有降息的一个预测，或者是预期和这个货币政策的措施要去进行一个推出。所以说，进入到2019年来看的话，由于全球经济整体放缓的一个趋势，包括对接下来的这个经济的一个悲观预期所导致的一个在货币政策上都要出现一个调整。 啊，都要出现一个调整，所以说，在今年来看的话，整个美国的基本面啊，现在来看相对没有出现特别大的问题，来看还没有出现特别大的问题。那至于今年这个加息的这个次数是放在我们看是在年中呢，还是在年底啊？具体还要进一步去观测，好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我们如果来提前做一个预测的话，那本周的非农数据可能跟预测值是差不多。我们看到预测的一个。 是175，市场对于本周非农数据的一个预测是在175啊，175是要这个。啊，要低于前值。总体来看是要低于前值，所以说我们看到，另外再看就是现在你看美元指数是走在高位了，它往上走的话呢，美元指数再往上走的话，我们看到有几个非常关键的阻力位。啊，往上走有几个非常关键的阻力位，分别是在 97.30， 也就是现在美指遇阻回调的一个区间。啊，第二个位置呢是在 97.65， 啊，上方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阻力位。那么，我之前给大家的一个分析方法，就是或者是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给予美指的一个总体走势的预测，其实保持一个高位震荡，啊，就是走到高位往下回调，走到低位呢往上去反弹。现在来看的话，也逼近高位了，所以说，我们当然是，如果从这个美指在上周的一个表现来看是非常抢眼的，因为是走到96啊，最低是点到 98.95.80， 但是没有破下去，慢慢的呢形成了这个5到6天的一个回踩，一个反弹。那现在是你看今天是高开啊，高开继续走低。好，那么接下来有两个看点啊，就是说这一轮如果美指在97关卡稳住上去的话，我们就直接看 97.66 啊 97.66 往上去测高点，如果这个地方上不去的话，有可能会继续去往下去回调，有可能会继续往下去回调。那同时非美货币在这一轮回调当中也可能会形成不同程度的反弹。但是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欧元啊，我们现在看一下欧元啊，欧元那么在底部上周五是收了一个墓碑线啊，这个墓碑线呢它其实不是一个反转的信号，这个墓碑线它并非是一个反转的信号。如果我们把它反过来，就是这个影线如果是朝下的话，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一定把握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欧美有可能会是一个假突破或者是一个触底的反弹。但是它上周收的一个线是一个墓碑线，这个墓碑线出现在它的这个影线出现在趋势延续的方向，所以说从整个欧元来看的话，整体还是一个 downtrend 向下走的趋势。啊，并且呢，这个地方底部就是它有可能会形成底部反转的概率并不是特别大。就综上所述的话呢，我个人认为欧元啊还有下行的可能，欧元依旧有下行的可能，包括英镑，包括澳元，包括纽元，尤其是黄金都有可能会继续承压下行。啊，所以说以这个推论来看的话呢，97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再次往上去破创新高，走到 97.63 去测试前方的高点啊，这是我对近期美指的一个预测。 OK，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具体的一个交易的状况。那么讲到欧元来看的话，整个大的方向啊，或者我们从整个大的格局来看的话，其实非常明显的下跌趋势，这又是一个牛市，一个熊市周期，对吧？高点低点高点低点，那么在底部盘整。但是就说欧元现在有没有可能在 1.20 去构筑一个底部，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啊，因为这个话题暂且不去讨论。它如果要形成底部的话，一定会以某种形态在底部构筑成一定我们熟悉的结构，比如说头肩底啊，比如说圆弧底啊，啊，或者说出现这种非常大的阳线的买盘上涨啊，就像这一轮。啊，这一轮上涨形成了一个头肩，啊，头肩底，啪破上去，啊，你看这个地方，这地方来看的话，最低点是在 1.11826， 最低点是在 1.11826。那么如果这次往下走，它打破这个前低的话，那么这个双底成立的可能性就被大幅降低了。双底成立的可能性就被大幅降低了，也就是说欧元它有可能会继续往下去创新低。我们给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位置是多少呢？就是在 1.11 关卡。好，这边我先把它删掉一点啊，文字有点多。那它非常有可能会去测试 1.11 关卡，这个地方将会成为我们下一步去抄底或者是摸底欧元的区域。现在来看的话，继续看空，欧元现在的状态继续看空，好吧？啊，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啊，再来看一下在今天交易系统当中所给出来的一个具体的交易信号。首先来看一下数轴线啊，因为数轴线对于这个交易当中每一个品种，它在上一周的这个强弱或者是它的高低点来去做一个计算，它会得出来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阻力位，因为它是通过数据加权平均得来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欧元当中周数轴线上周所在的位置是1.12532 的位置，是吧？ 1.12532。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这个地方呢，同时也是下方的一个知足互换的区间 1.13532。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欧元就冲下来反弹上去，那恰好又是点次接近数轴线的一个阻力的啊，接近这个数轴线的阻力区间，又是在两条均线的一个这个做空的范围之内。所以说我认为今天欧元如果我们要去操作的话，这块区域就是可以去逢高做空的位置，这块区域就是系统当中所给的一个比较合理的入场区间，就是在 1.1340 附近啊，我们可以限价做一单。止损的话呢，我们放到1.1270， 好吧，止损放到 1.1270， 入场价格挂单入场 1.12434。 那入场价格 1.12434， 止损 1.1270， 好吧？低目标看到前方低点嘛，低目标1:1，看到前低 1.12162。 好，第二目标当然就等破位了，因为这个地方它如果破下去的话，下方至少还有100点可以去操作，至少还有100点要去跑的，这个支撑。好吧，从这个其实我们刚才看啊，从这个日线图上来看的话，欧元的趋势并没有改变的，欧元大方向的趋势并没有出现太大变化，底部的一个反弹的情况也不是特别明显啊。当然，如果你去看这个 KD 指标的话，你可以看到现在是过了 80， 过了80呢，它这个处在一个超卖区，所以说我认为 1.1240 这个地方是今天日内当中一个比较好的入场价格。日内交易的话，一个比较好的入场价格，好吧？第一目标我们看到 1.12162， 第二目标等破位之后再去决策。好，再来看一下原油。OK， 原油其实在最近的一个操作和交易当中呢，就是有一个难点呢、啊，这个难点就在原油它所到的每一个阻力位置，现在均被突破了。原油所到的每一个阻力位置，现在全部都被突破了。那比方说前面的这个低次点到 60， 是吧？下来之后呢，一下又上去，再次测试前高，再下来又跑上去。上周五原油在60出现破位。所以说现在比较就是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继续看多没有问题啊，就是原油整体来说的话，这个多头趋势现在仍旧是在延续，继续看多没有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就有个问题，说我需不需要在现在原油突破之后去逢低买入啊？因为我自己是有空过原油的，我是在60的地方去空原油啊，上周五是走到 60.49， 走到 60.40 30的时候，将我的原油的空单打掉了止损。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日线图依旧保持上涨，啊，日线图依旧在上涨。那么我们如果是看一下数轴线，看一下我们这个交易系统来看的话，它又走到了上周的数轴线之上。本身均线在此发生纠缠，现在均线又开始往上去扩散，是吧？数轴线呢也是在往上走，价格也是远离数轴线。所以说从现在的一个趋势来看的话，我认为原油如果要从短线上来做，你还是顺着趋势做会比较好一些，你还是顺势去做会比较好一些。啊，我讲的顺势就是根据交易系统逢低做多，好吧？那么这个入场的区间呢，就是前方支阻位。59.624， 59.624，前方支足互换位，进入到 I 模板的入场区间，考虑逢低买入。空的话呢，我认为啊，就是这次你看从40多涨到60，往上走还会不会继续创新高，我们不去猜测。如果接下来原油在高点再次出现遇阻回调的迹象，就是这一轮它的多头那出现非常明显的衰竭迹象的时候，我们再去考虑入场。那现在对于原油来讲的话，我觉得依旧是涨，就是突破之后它的上涨的势头还比较猛，这个动能啊还在，暂时我们就不去考虑再次去空原油了，好吧？日内短线交易啊，继续逢低做多。OK， 好，再来看一下。啊，日线大阳线啊，这个没什么，就是我们看日线的话，也应该是没有太多可以争议的地方。OK， 日线上来看的话，应该是没有太多可以争议的地方。那现在这个位置呢，我们看一下，也是黄金分割的50%的位置，突破的话有可能会去618。突破的话有可能会去到618，也就是64块钱啊，原油有可能会去到64块钱。好吧，暂且不在现价去追多啊！你要是我刚才讲的做多的话，你要根据交易系统来做啊，给到那个入场的区间你就去入场，给到入场区间再入场。日线上，1、2、3、4、5，今天高开啊，没有特别明显的衰竭的迹象，就多头这个动能没有特别明显衰竭迹象，所以说，你要去空原油的话，我就暂时来讲就不是特别同意的。好吧，不是特别这个建议大家现价去空原油，继续往上去看。OK，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A50， 看一下现在道琼是多少啊？我们看到，最近就是在所有品种当中表现比较强势的呢，不光是原油，还有美股。为什么美股表现这么强势呢？为什么美股会表现这么强势呢？就是因为降准，或者是加息预期放缓，就是因为加息预期放缓。所以说，我们刚才讲了一个逻辑啊，就是说 ，FED 在整个加息的一个目标，当然还没有到啊。就现在来讲，就是从15年开始到现在，整个加息的一个周期现在还是在进行当中，不可能降息，或者是不可能说我突然间不加息了，不加息股市会崩得更厉害。所以说这一轮美股的上涨啊，它的资金主要是来自于市场上的这个流动资金。场内场外的资金，啊，在这个利息，在这个升息的预期放缓的时候，这些资金呢再次走到股市当中去，推升股市。所以说，股市对于美联储加息是非常敏感的，非常非常敏感。那上半年如果平安度过，下半年如果经济整个比如说通胀各个方面再次达到美联储加息的指标的话，我认为还是会进行再次的利率的提升，1到2次，或者在2020年整体再次进行加息。所以说这一轮上涨来看的话，我认为维持不了多久。当然我们如果是从技术层面来看的话，关键的支撑阻力位呢分别是26000以及27000。这次要突破27000的难度非常大，因为我在26000附近是有美股的空单，我在26000附近有美股的空单。我们线标示一下。那这一轮如果美股上涨，我止损是在26300多26325。如果这一轮上涨，我的空单止损出局的话，我下一次做空的位置会放在27000，就是往上走。这个地方我依旧还是会尝试继续去空美股。OK， 好，再来看一看标普啊，标普的话，相对来讲，其实跟美指的跟那个道琼斯的走势差不多了啊。那么这一轮上涨当中，它最先破位是因为科技板块的带动啊，我们之前做过分析，对吧？啊，由于这个全世界都在相近的去争抢科技板块的这个科技领域的核心地位，所以说各国政府，不管是美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都在政策层面去加大了对科技领域的一个投资，包括政策的引导。中国这一轮 A 股上涨最大的推力，股市上涨最大的推力或者表现最好的板块是创业板。因为很多非常多跟人工智能还有这个科技板块相应的企业，那么以非常低门槛的方式进行融资之后，然后在创业板上市，推升了这一轮股市。然后再加上中国在去年开始18年年底有货币政策的支持。什么是货币政策？就是降准。15年那一股牛市，15年的牛市就是政府在连续降准之后，并且实行降息政策所推升出来的一轮杠杆牛市。就这一轮，这次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你看，马上要有，可能到4月份、5月份的时候啊，央行要有再次进行降准，市场当中的流动性可能会更加充裕。如果在房地产方面的，在房地产市场用政策去卡死的话，那这部分资金很容易再次流向股，再次流向这个股市。它就像一个海绵一样，它会去吸纳，这个场内场外的流动资金，特别是释放出来的流动性。当然具体我们还得往后看啊。我个人认为不是特别看好这一轮全球股市的反弹啊。我认为它会走到一个节点，然后出现非常大的这个风险，特别是美股啊，美股的泡沫已经非常大了，吹得非常大了。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比特币。比特币的话，现在有一个筑底的迹象啊。那我的观点其实已经讲过，在亚盘当中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就是说，我认为这个比特币啊，在底部它如果能突破这个楔形结构的话，上去有可能会出现一波牛市行情，出现一波周期的反弹。所以说，大家如果在4000附近考虑有去交易比特币的话，我觉得可以去适当的去做多一些比特币啊，等一个回调位置再多也可以，比如说走到这个通道的下边缘。在3700、3800附近去适当的去买入一些比特币，止损无放前低。啊，这一轮的反弹，如果是走上去的话，这一轮反弹如果是走上去的话，有可能会回到6000，增长 50%， 上涨 50%。啊，如果这个地方破位的话，那破位我们需要通过几个特征来进行分析，就是说一定要有放量的大阳线，市场当中一定要放量大阳线，而且这个大阳线一定最终是收实体，突破那些关键的瓶颈和阻力位置，后市看多的概率更大。所以说，我们看到比特币在这个去年年底啊，最低是走到3136就开始盘整，底部新低。不破前低，反弹上涨，破位阻力位，继续看多。所以说我给各位投资人的建议就是说，如果现在啊大家有去交易比特币的话，手里资金比较充裕的话呢，可以通过平台或者通过这个啊通过一些渠道啊，在4000到3700附近去适当的买入一些比特币，好吧？止损的话我们就给到前低的位置。往上看，目标看到6000。好，再来看一下英镑。英镑刚才好像出了一个消息啊。英镑刚才好像出了一个消息啊，短线从 1.33 啊往上去拉了30多个点 ，PMI 数据啊应该是，看一下今天刚才英镑出的数据。啊，3月的 PMI 55.1， 前值是 52.1， OK， 啊，这个是好预期的。所以说我们刚才看到英镑从 1.30588 直线拉升到 1.3090， 啊，往上走了30多个点。就是我们如果去忽视掉这些市场上的新闻，来根据系统来看的话，其实它现在也是在一个比较好的做空的区域，对吗？英镑也是在一个比较好的做空的区域，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啊，我们来参考交易系统的话，这个地方也可以去做一个空单。我们可以将欧元跟英镑的空单去做一个分仓的处理。就这两笔交易呢，我们都是其实是去相当于在高空非美啊。如果你的风控做的比较好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说分别去各去分担一半的风险。如果你是按照 1% 来去做风控的话呢，每笔交易各承受 0.5%。 好，我们也可以去空一单英镑啊，入场位置 1.30864， 现价就可以做空英镑，止损呢我们放到 1.31394， 止损 1.31394。目标 1.30063， 好吧，止损53个点，目标80点。盈亏比的话啊，如果是走到盈亏比的话，1:1.5。那我们跟欧元的欧美的空单以及英镑的空单，我们在这个仓位的风险控制上去做一个分仓的一个分批入场的一个方法，好吧，做一个分仓处理。OK， 这是英镑。再来看一看黄金，黄金可能是我们就是在最近的这个与美元高度相关的品种当中，表现趋势是走的最明显的一个。上周五呢，黄金是走到一个非常好的入场位置啊， 1299 是吧？哎，今天往下走100个点，非常漂亮。如果是在一个地方空黄金的话，我止损可能会放50点，往下走1:2，获利离场。那今天对于黄金来看，就是这一轮空头下来啊，黄金这一轮的空头下来其实已经非常明显，上方压力很大，大的方向，黄金的大的方向，大的多头的方向，有可能会在最近。或者在4月份出现变盘，我们其实，在最近的交易当中去反复跟各位投资人去提及到，黄金要高空，黄金要高空，不能去多了。好，那如果是从交易系统来讲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就是现价啊，现价黄金是处在一个下跌之后的反弹的整理当中，往上走，我们看到1030关卡，那这个地方同时也是周数周线的阻力位，它最好的区域，入场做空的最好的区域就是在1300附近。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要去交易黄金的话呢，继续逢高做空单是最安全的选择。好吧，可能英镑回调到位了，欧元回调到位了，但是黄金现在仍旧往上走，还需要一个有效回调。好，我们去等待啊，我们可以去等待一个黄金入场做空，比如说在1280、1270这个地方去关注黄金的一个入场交易机会，逢高做空，好吧？我个人建议止损放6到70点，这黄金稍微大一点啊，黄金的止损，因为它的波幅会大一点。我们去看最近黄金的这个 ATR， 可以看到它的最近的波幅实际上保持在这个70-80点左右。所以说，我们去空黄金的话，止损要比普通的货币对。支盘货币对要适当的放大一些，7到80点是相对合理的区间。啊，所有的非美货币在底部或者大方向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变化的时候，我依旧建议大家继续看空。因为虽然说美元不加息了，但是其他国家的这个市场或者是货币政策都是。同样的往这个趋势在靠，甚至是在降息，欧元在考虑重启负利率，对吗？我们之前去看欧元的基本面，欧元之所以这一轮上不去，就是因为它在基本面上重新开始考虑负利率的政策。英镑今年呢加息整体的速度也有所放缓啊，主要是政治问题。啊，这个民主国家它也有它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它不能一次在短时间内做决策啊，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是反复的去通过国会上议下议院的辩论啊，大法官的这个敲定，锤子的敲定，是吧？还要通过一定的民意的这个支持啊，如果它是要修改宪法的话呢，还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法理基础它是一定要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对吧？才能通过。他要搞基建呢，还要从纳税人那边拨款，下议院不一定同意啊，所以这是民主国家的一个问题，他政策执行起来阻力很大。但非民主国家呢，在这方面它又是个优势，说干就干，对吧？一人拍桌子，马上就是这个相应的这个措施啊条款全部都落实到位，所以它发展起来就非常快。民主国家呢，在就进入到这个时代呢，它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政策执行的力度阻力就非常大。你看，脱欧到2015年一直到现在，这都2019年了，4年了，是吧？这是已经4年了，从15年年中开始到现在2019年，5月份、4月份、5月份，已经整整4年了，现在还是个未知数。那这是英镑啊，这是黄金，好吧？对于黄金来看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去逢高做空。好，再来看一下纽元啊，看一下日元。 就是当你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做分析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就说学院在推荐大家学习的一些交易系统，其实就是非常好帮助大家去看这个市场的走势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啊。就是你在不知道怎么去交易的时候，其实你就去参考我们教给大家这些交易系统和指标，对吧？现在什么方向啊？我们如果现在来看日元的话，就是一个逢高做逢低做多的方向。 啊，均线交金叉，敞口扩大，均线交金叉，敞口扩大，价格在日枢轴之上，回到均线区间之中，就是一个逢高做空的机会啊、逢低做多的机会。所以，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分析的时候，或者看图表呢，看的比较累的时候呢，直接调出交易指标，第一时间知道入场位置，或者知道该怎么做，对吧？所以说，对于 美元对日元来看的话，今天我个人建议是按照交易系统逢低买入。OK， 好，再来看一看，当然每日如果我们来去做一个来做一个这个回顾的话啊，其实你看这个地方是一个特别好的入场位置，对吧？做空啊，110.833，这地方是一个特别好的空点，这地方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空点，这块区域呢相对较好啊，相对比前面来看的话，它有一些这个。 价格有一些突破这个均线，比如说在纠缠，处在一个纠缠的状态。好，今天来看的话，你看突破上去回下来，又是一个比较好的做多的位置。OK 啊，这是美日。 好，再来看一下那个美瑞，美瑞我们早上是有在通过我们这边的一个系统的服务，对吧？我们这边的这个专业的喊单群，那么我们现在是建立了一个关于蝴蝶。 FT 的一个实战策略组啊，现在里面呢也是加入了一些 VIP 的这个付费的学员。那么我们每天这边有专业的这个操盘手啊，以及这个信号的跟踪服务人员，我们在这边去跟大家去做好一个提供最优质的一个交易信号。那我们现在这个群刚刚建立啊，今天刚刚建立，那已经有一些同学陆续的去加入到这个群里面了。那么我也希望大家在这个交易当中，如果是这个第一呢是自己没有时间去交易的啊，或者是 交易状况不太好的，可以去跟小助手去这个申请一下，是吧？然后去加入到我们这个群当中。我们这边每天都会有这个团队专门筛选出最优质的讯号，提供给大家，根据不同的交易系统。好，当然不是免费的啊，不是免费的。好吧，关于这个群的一个信号的提供呢，策略的提供呢，大家可以去下面去咨询一下这个小助手啊，然后呢，我们这边再去看一下怎么去做啊。美瑞我们今天是发布了一个逢高做空的信号，美瑞成交没？美瑞我们今天发布的策略和观点是逢高做空啊，我们给的位置是 0.99 0.99 50啊，也就在这个地方高空美瑞，止损呢放在前高，但这笔交易现在这个单还没有成交啊。美瑞这笔单是根据另外一个系统去入场的，止损给到前高 0.9950， 止损20点啊。往下看的话，目标我们是给到1:2的位置。啊，前方低点1:2的位置，啊，这是美瑞啊，逢高做空。还有上周我们这边系统给大家去发布的这个系统当中给大家去发布的这个逢低做多的位置，逢低做多，澳币还有澳瑞啊，我们入场的位置呢是在 0.7080， 这个是我们入场的位置。止损放在前低，往上走，我们看到盈亏比已经到达了1:3啊，甚至1:4更多一些。还有奥瑞，这都是我们上周啊、上周四、上周五止盈的单子。那么奥瑞我们入场的位置呢，也是在 0.7050 的位置，止损于前低，往上走1:1.5， 盈亏比1:1.5啊，也是非常漂亮的单，就是入场成交立马就止盈的那种，入场成交立马止盈。啊，所以说，我们去建立这个群的时候呢，不光是去带单了啊，我也希望大家加进来的话呢，有更多的会有一些探讨啊，比如说关于交易系统的使用啊，关于这个讯号怎么去分配仓位啊，去匹配这个仓位啊，风控我该怎么去做啊，对吧？大家都可以在群里面进行一些探讨。然后呢，我们这边专门有团队啊，跟大家去给出交易的理由，对吧？去筛选这个交易系统当中每天所发出来的优质讯号，以帮助各位投资人在这个学习和这个盈利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更好的体验度。去增加这个学习的体验度。啊，奥瑞的这个地方是形成蝴蝶，把形成蝴蝶走下来了。这是标准的蝴蝶啊，因为现在它已经走下来，我们就去把它做一个回顾啊。为什么这个地方可以？为什么要做啊？因为第一呢，你看。XABCD 是吧？地点是在 0.71 形成，止损于前高，往下走。同时 ，RSI 包括 KD 指标走到高位，打入到超买区，往下逢高做空。OK 啊，这是奥瑞。今天我们还带了一个单啊，今天还带了一个单是欧瑞我们那个交易系统所给的入场位置呢，也是在现价 1.1170 的位置。啊，当然这个单是相对偏逆势的单，止损于前低，往上走的目标也是大概是1:2，现在已经入场了。啊，现在已经入场了，刚刚好就是在1.70入场，止损放在前低，目标往上去看，好吧？我觉得大家呢对这当然这个系统需要去啊、这个系统的执行它需要去有连贯性，就是你不能一下子就这个系统所发出交易信号一下跟一下不跟，这不对的啊，所有的交易信号都要跟，它一定要一定的连贯性，才能最终反映出这个交易系统它的一个优质的盈利能力。啊，这是欧瑞啊，这是欧瑞。OK，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品种，讲一下交叉盘啊，因为我们在最近的这个解盘当中，其实交叉盘相对讲的比较少。来看一下镑澳，来看一下这个欧镑。OK。好，欧镑呢，我们给的建议就是说，一直都是让大家去高空它了，对吧？现在下跌趋势基本已经成型，往下走呢，空间还是非常大。那么欧镑大家注意关注的几个位置，就是说，你看现在啊，在 0.8631 的位置，这个地方呢，一个非常明显的支阻挂位，非常非常明显，它就是一个好的高空的位置。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高空位置， 6.18%， 正好是在 6.18% 的回调位，是吧？这是欧镑啊。往下看，我认为往下看的话，大概如果是做中长线来看的话，往下走，当然空间还挺大啊，整体的下跌空间趋势还比较明显，空间还挺大。如果是做短线的话，你可以去找到一些这个。 区间呢比较好的支阻区间是吧？尽量的逢高往低做，这是最好的，因为顺势嘛。啊，当然也不排除像在这些关键支撑阻力位，它会有一些多头的反弹。所以说呢，我个人认为欧镑逢高空为主，好吧，低多为辅，主要是要找到那个节奏和入场的位置。当然，如果我们按照交易系统来看的话，其实也非常不错啊，欧镑最近。 啊，这个地方是一个空单啊，交易系统做空的入场位置，是吧？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好的位置，这地方呢也是一个空的位置啊，往下走一波。啊，这地方一个做多的位置，是吧？往上啊，这地方不是做多啊，这地方还是一个比较偏中性的地方啊。你看现在如果是按照交易系统来看的话，它其实短线上日内是提示的一个往多做的方向，但是由于接近前方支阻互换位，所以说我们不在这地方去执行欧镑的多单，好吧？整体来看的话，还是高空为主啊，就是继续看空。OK， 好，再来看一看欧日。 欧日现在处在一个反弹的阻力带，欧日处在一个反弹的阻力带，这个地方是一定不能去，在它没有突破之前，一定是不能做多的。这个位置就是125整数关卡，那125的整数关卡。 所以说，对于欧日来看的话，短线上来讲啊，我个人认为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日内交易当中的一个做空的区域。欧日125，这个地方是一个做空的区域。当然，如果从长线上来看的话，欧日整体还是一个下跌走势的。我们就去看一个压力线啊，就是从高点连接低点，看这根压力线，它还是在往下走。 对吧？依旧还是往下再走。所以说，刚才有同学问到欧日能不能抄底的，我觉得暂时不建议大家去抄底。啊，这个位置不是一个抄底的位置，不是一个抄底的机会。刚才讲了两个理由啊，第一就是125关键阻力位，你要去抄底的话，你止损放的会很大。 130点，而且你是在一个阻力位去抄底，那就更加不太合理了，对吧？你可以选择在短线上来看，你可以选择在125去做日内的高空，或者等到126去做高位的高空。这个问题都不大了，就不要在这地方去抄底。抄底的话盈亏比也没有多少啊，就往这边走的话止损100点了， 136 点往上走，目标1走到最极限的位置也才1比1，所以说抄底是不太合适的，不管是从位置还是从这个盈亏比来看的话不是特别合理。欧加OK， 欧加是一个相对偏震荡的品种，啊，相对偏震荡的品种。那么，就是说现在你看欧加，我认为1、2、3、4、5，大概在。在 1.49 1.4915 的位置会出现一个蝴蝶看多的机会，一个蝴蝶做多的机会。如果大家要入场的话呢，这个是4小时，止损可能会有点大啊，100多个点，所以说欧加这笔交易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逢低买入的位置呢，在 1.49141 1.49141 这地方可以关注一下欧加的多单，好吧，多单交易机会。好的，再来看一下棒日，棒日是在交叉盘当中，棒系的交叉盘当中交易比较。这个投资人都比较喜欢的一个品种啊，就喜欢做棒日。第一呢，它波动大，那就是说，这个交易的体验度会比较好啊。有的品种没啥波动的，你像比特币啊，半天不动，一个月往上走几百个点啊，这种波动不太大，流动性不太好。但是棒日呢，它的波动大，流动性好。啊，所以说他很多投资人喜欢去做这个品种。那对于棒日来看的话，我们现在就是说跟刚才其实欧日讲的是一样的啊。跟欧日是一样的啊，整体还是在一个就是承压的过程当中，是吧？去看这个走势，就还是偏弱，总体还是偏弱，并且在一个承压的走势当中。走到144往上去回调，那么4小时来看，其实它就是在震荡，啊，4小时来看就是在震荡。你看，走到前方支阻位，走到下方支阻位往上走，走到高点往下做，啊，所以说对于棒日来讲，我觉得最近交易的一个策略，高抛低吸。4个字来总结的话，高抛低吸。低吸的区域呢144，高抛的位置呢148，在这个区间当中去做文章，好吧？你看啊，在4小时当中，KD 指标走到低点，越过超卖区，价格立马反弹，止损前低。就你要去，如果去做震荡的话，你一定要看几个震荡指标啊，是吧？止损前低，现在。目标往上走1比 1.5，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技术形态入场的方法，通过技术入场的方法。好，接下来如果你看现在往上走，它还没有打入到这块区域，它如果往上走到146附近，当价格再次打入到这个超卖区的话，我觉得在这块地方啊，这个小阻力带也可能会出现一个高空的机会，但是最好的位置是在148，也就是说我最想见到就是价格走到148，同时指标打入到超买区，或者出现背离，走到高点出现背离，然后往下做，止损放在前高，这个是最好的交易的一个节奏。单纯的去看超买不不是特别的建议大家啊，你要去根据这个，你看在那个超买超卖区有没有关键的阻力位、关键的结构位和关卡，如果有的话，配合这个指标来去进行操作，是最好的选择。OK 啊，这是棒日。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一些时间提问啊，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对比特币啊，比特币我认为是可以中长线布局多单了，但你可以选择一个价格啊。我个人当中比较理想价格就是3800左右，3800、3900这个地方可以去分批建仓了。但是国内现在好像对于比特币，去年这些平台给打的差不多了啊。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较好的渠道的话，也可以去通过亲戚朋友啊去进行购买，在3000和4000附近都可以去适当的去买入一些比特币，好吧？啊，刚才有同学问到那个同学问到，看一下啊，棒瑞，这个棒瑞这个品种啊，我自己做的也是比较少啊。当然我们从这个走势来看的话，其实它更像一个顶部遇阻之后的下调，对吧？就它不这个多头它不再保持了，你看高点在这儿，次高点，对吧？往下走。也就是说，棒瑞，我认为你要去做的话，选择逢高做空。我们把这个通道绘制出来，你们看一下啊。这是棒瑞啊，棒瑞。是吧？我们把这个通道绘制出来，你就可以看到，很清晰的看到棒瑞入场做空的位置在哪儿。最好的位置呢 1.31287 指标走到超买区，在这个地方去高空止损放前高。那目标就看在下方通道的下方，哎，这样子做，这个整个思路就清晰了，就清楚了，对吧？入场区间也有，那关于指标给出的最好的入场位置，大概也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在哪儿。我知道，当价格走到这儿，我该去执行什么样的动作？就现在来看的话，当然是选择不入场了，或者是走到低位，走到通道的低点去做左侧的一个多单。好吧，这刚才同学问的棒瑞。OK，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一个讲解啊，就到这里，今天的讲解就到这边结束了。那么祝各位投资人交易愉快，我们明天下午在亚盘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